被动跟紧一个蓄势待发，这边直接踩到了紧，马上包上去紧，往后拉开之后直接手杀被娘子拿到，罗拿到一个头中往回，可是主人在黏他，剩下四个人集结双杀，哇，这样子对罗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开局啊。他是要勾最关键的那个人物哦。是的，美娜也是要选人勾的。好，这边的话是直接叫做瞬移加上大绝，是把米奇关在了死亡角斗场里头，后续的人来了，最后一枪是由七星的锦拿到了这个人头。对，反而是龙马搭配提米的一个联动哦，直接入侵对方野区，中野府联动果然非常可怕。哇，你看，以为我要走了吗？没有，太单纯了。现在的话再往前一刀，是直接把朗博给带走了。在上半部，对，还让 EK Fine 入侵到红 buff 区，还拿到手。对，又是一个感觉比较后期的阵容，就在前期拿到优势哦。是哦，海毛这是刚刚直接命中在了七星的锦身上了 ，EK Fine 的成员全部都赶到了，这个黑暗意志也是控到两名成员，一拉是先把夜莎给拉到了深渊里头，现在剩下朗博一个人没办法走，是由美娜拿到这颗人头，很凶，追着培培打，已经进入到了草丛里头，还叫了姐姐。这边麦克斯已经开车了，上车了。开心队长在这边勾到了三个，往前一撞是粘到了林地身上，第一时间倒下的是夜叉。其余神雷这边是稍微配合一下，但是还是被麦克斯给粘住了，打出一个 double kill， 甚至是 triple kill。谨慎理财，信用至上。但是这张卡不是信用卡，而是签账卡，所以就算是学生也可以申办。刷卡不限额度，有多少用多少，理财无负担。详情请参阅王道银行公告获取更多资讯。订阅葛露娜传说对决官方 YouTube 频道。按下小铃铛，即刻提醒最新影片、精彩赛事，不错过。